是太妃身边的贴身嬷嬷，特地请来给你教学，你可要认真的学。外表看来不错，是个好料子。脱衣服，我要给你验身。什么？验身？我还没谈过恋爱呢。感觉他如何？是个值得培养的人才，验过了，还是个处子之身。日后他能得宠，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了。奴婢一定好好教他。今天先来练习穿花盆鞋走路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对，就是这样慢慢走。古代女人真是不容易。我要摔了，救救我！好痛！起来，继续。今天教你如何行礼。作为一名大家闺秀，琴棋书画是一定要会的。今天就来看看你画画如何。画画呀，没问题。我从小到大最棒才艺就是画画呢。猫猫，看看如何？嗯，还不错。刺绣也是女子必修课，你绣我看看。有画画功底，果然刺绣学得也挺快。绣得本小姐眼睛都要瞎了。